澳门中山神环镇同乡会4月3日举行成立念九周年会庆暨第十一届李监事就职典礼联欢宴会。席间新阁宣誓就职，工联总会会长何雪卿监誓。会长毛立平表示，未来将逐广泛团结并服务好广大乡贤会员企业，加大培育居澳神环青年力度，强化与家乡全方位联动，持续增强凝聚力，免同人不忘初心，秉承爱国爱澳爱向创会宗旨，带领广大乡亲拥护一国两制，加强会务建设，挡好桥梁纽带，为家乡发展出谋献策，添砖增瓦。神环镇党委书记林伟强称，希望同仁一如既往与家乡同贫共振，心心相连，继续团结和广泛联系旅澳乡亲，大力宣传推介神环，积极为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各地客商参与神环各项建设穿针引线，共享神环新一轮发展机缘带来的丰硕成果。市侨联副主席郑锦元分别致贺词，李善长温战发先谢前感谢社会各界及家乡领导对该会会务工作的支持及关心，宴会延开多席，期间举行该会礼监事成员向现场100多名70岁现战长者派发敬老金，以表达对他们的关怀之情，现场安排表演及抽奖助兴，气氛热烈。Thank you.